はい、こんばんは皆様、たまです。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天呢是大年初一了，还是要祝大家呢，就是身体健康、幸福平安。但最重要呢，就是心想事成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持续呢会学我们这个日语的文法这样子了。那么首先呢，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知识这样子。就是呢，在前几天呢，我有在这个滑脸书的时候呢，就是有看到一个日本人自己当地呢也会讲错的这个新年祝福语啊，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，就是呢祝新年快乐。在日本呢，很多很多就是跨年的时候，很多日本人都会欢呼，就是新年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新年，他们会加一个新年在前面，新年あけまして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个其实是错的说法，因为呢，新年あけまして的话就是新的一年结束了的意思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句子的解释呢会说不通，就是很奇怪，新的一年怎么结束的呢？因为我们是要欢送去年嘛，去年的结束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，那么我们在迎新年，迎新的一年这样子。那么如果我们在前面新年あけまして的话，就是新的一年结束了这样子的意思啦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文法呢，就是卡卡。其实它跟卡どうか是属于同一个类别的，只是我分开了两个影片教学这样子。卡どうか大家都知道了哈。如果你忘记它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，可以按这里，那么你就可以找到卡どうか的这个文法的教学了。那么简单来说，卡どうか就是在自己不清楚的状况下会用的。那么今天这个卡呢，大家所知道的呢，应该就是疑问句，哦，どこですか？誰ですか？しますか？食べましたか？就是这样子，来一个卡，就是疑问句的代表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卡是文法，那么呢，它就是卡在中间的，那个卡它是在中间的。是加 futsuk， 就是无论是形容词或者是动词，都是 futsuk 的用法。OK，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就是会議は何時に終わるか。秘書に聞いてください。会議は何時に終わるか。秘書に聞いてください。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会議，会議的话就是会议 ，meeting 会议。会議は何時に終わるか。会议会几时结束呢？所以如果这边到卡这边为止是会议は何時に終わりますか？就是一般上我们会问的疑问句，就是会议会几时结束呢？这样子。所以整个可是这个卡它是卡在中间的。会议は何時に終わるか？秘書に聞いてください。秘書秘书的意思，所以他就叫你去问秘书。会議は何時に終わるか、秘書に聞いてください。好像你去旅行的时候，如果你要问巴士几点会出发，你要坐巴士去到另一个地方，就是地铁去不到的地方，那么你要问那个买票的时候，你要问那个人那个巴士几点会出发这样子的，你也是可以这样子问的。バスはいつ出発するか、教えてください。バスはいつ出発するか教えてください。バス这边就是巴士，いつ就是几时的意思，何時是几点，いつ是几时的意思哦。いつ出発する，出発する就是像汉字所解释的出发，出发，所以他就问几时出发。か、いつ出発するか，这个到这里为止就是一个疑问句，疑问句来的。いつ出発しますか？所以我们要再加后面一句的话，出発するか教えてください，就是请告诉我巴士几点会出发，这样子。一般上我们问疑问句就是巴士几点会出发，那么如果你要请可以告诉我巴士几点出发吗，也是可以的，就是バスはいつ出発するか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，教えてもらえますか，或者是教えてください，请告诉我这样子。你知道那个谁谁谁谁谁这样子吗？也是可以这样子讲的。比如说我们要讲皆さんの住所はどこか知っていますか？皆さんの住所はどこか知っていますか？所以你也是可以这样讲的。你知道那个皆さん的地址吗？你知道皆さん住在哪里的吗？也是可以这样子讲的哈。就是
皆さんの住所はどこか知っていますか？一般上如果我们要问皆さん的地址是什么，皆さん住哪里，我们就是直接问住所はどこですか？这个就是很正统的这个问法。那么如果我们要跟第三个人讲话，你知道那个皆さん的 地址是什么吗？就是皆さんの住所はどこか知っていますか？か这个文法呢，不要只是把它当作是最后面的那个疑问句的用法，但也是可以放在中间用的，这样子用起来会比较自然一些。最后一个例子啦，この質問はどう答えたらいいか教えてください。この質問はどう答えたらいいか教えてください。哦，这个有一点长哈。この質問啊，質問是什么呢？質問就是问题。问题或者是问题也可以，質問也是可以。通常老师都会问質問はありますか？有问题吗？这样子。那么如果你问题は質問があります，这样子，問題があります，这样子也是可以哦。この質問はどう答えたら？这边有文法答答的意思啦。答答是什么呢？答答答どう是可以说是一组的，因为常常都会看到的。どう的话就是怎么样，怎样。ごとどう答え答え答える就是回答回答。どう答えたら要怎样回答的话，いいか才会比较好呢？いいか这边就是一个疑问句了。この質問はどう答えたらいいか，这个问题呢要怎么样回答比较好呢？教えてください。你可以这样子问，教えてください，请告诉我。或者是你可以讲 知っていますか？你知道要怎么样回答会比较好吗？你是可以这样子，或者是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？可以教我吗？可以教我吗？这样子。然后想必大家呢应该比较容易会分辨卡的用法跟卡多卡哦，因为太多卡了，可能你会搞混会怎么样？一个是完全自己不知道的状况下，卡多卡，くるかどうか，我不知道啊，わかりません。好，知りません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是问人家东西的时候，好，来るか知ってますか？来るか聞いてください。哦，昨日の転校生は誰か知ってますか？哦，昨天的昨天的转校生是谁啊？你知道吗？这样子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卡的文法解说影片呢，到此结束啦。希望呢，接下来的周末大家呢可以好好享受这个新年啊，得来不易的假期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内容的话，记得给我按一个赞，然后分享出去哦。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探娃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哦。订阅探娃朋友呢，记得按响那个订阅的旁边那个小铃铛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收到他们的最新动态啦。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，お疲れ様でした，拜拜。